这电机这条也是主流线，也会显示20的。这里外这条外面露出来的电机线，你要拆开。这条就是电机线。来拔掉这个，然后翻过来开个机，这是显示什么？这个电机入货线。这就显示20了。你看这20超好，看这里。只要电机线接好，它就不会。但是这条线，这电机货线，这个三相线，就这一条，它脱落了也会显示02的，或者断掉一根都会显示02。这几根线，就这条总成线，就电机线嘛，这条。20的就是这种，就这条线。